南土地真言，南无三曼陀摩哆喇嗡嘟噜嘟，地为沙婆诃，普供养真言，嗡耶乃沙婆哇哇兹来哄，南无藏支释皇佛，南无藏支释皇华，南无藏支释皇身，南无藏支释皇佛，南无藏支释皇华，南无藏支释皇身，南无藏支释皇佛，南无藏支释皇华，南无藏支释皇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大愿地藏王菩萨，南无护法诸天菩萨，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皆令菩萨及华严居士会，阎摩天空无量菩萨来集，所集赞佛二十皆令菩萨，成佛为力遍光时，我所诵言毗卢空华时，魂不自裁，虚妄其意向，大众无差别，大众中无色，色中无他，亦不离大众，而有色可得，心中无才华，才华中无心，难不离心，有才华可得，一心恒不止，无量难思议，实现一切色，个个不相知，毗卢空华时，不能自知心，而有心故化诸化心如是，心如空华时，能化诸世间，无因系众生，无阿而不造，如心佛已耳，如佛众生难，因知佛已心，体心皆无尽，若人知心性，普照知世间，世人则见了佛真实心，心不住一生，生理不知心，何能作佛事，自在未成，若人已了知，三世一切佛，因观化解，一切为心造，若人已了知，三世一切佛，因观化解，一切为心造，若人已了知，三世一切佛，因观化解心，一切为心造。其
来相遇赞叹释迦牟尼佛能以无咒实现不可思议大智慧神通智调伏刚强众生诸苦妖化各遣使闻讯是真实是如来含笑黄百千万亿大光明所谓大圆满光明
大慈悲光明林，大智慧光明林，大波罗光明林，大三昧光明林，大吉祥光明林，大福德光明林，大功德光明林，大皈依光明林，大赞叹光明林，黄如是等不可说光明音义，由此种种微妙之意，所谓檀波罗蜜，是波罗蜜因，禅地波罗蜜，毗梨耶波罗蜜因，禅波罗蜜，波罗波罗蜜因，慈悲因，悉受因，解脱因，无漏因，智慧因，大智慧，狮子吼因，大狮子吼，云雷因，大云雷因，出入是等不可说不可说因，沙婆世界及他幻国，有无量一天龙鬼，一即大道立天，所谓是天王天，道立天虚炎魔，多帅头天化罗天，他化自在幻中天幻福天，大幻天少光天，无量光天光阴天，少尽天无量尽天，边尽天福生天，无碍天光国天，无相天无幻天，无乐天善见天，三现天说究竟天，摩悉娑罗天，乃至回向回回向处，一切天中龙中鬼神等，悉来集会护佑他幻国，及沙婆世界海神将，河神树神山神地神，传诸神庙家神，诸神一神空神天神，阴司神草木神，如是等神皆来集护佑他幻国土，及沙婆世界诸大鬼，所谓欧姆鬼、胆血鬼王、胆精气鬼、胆太乱鬼王、心病鬼王、受毒鬼、痴心鬼王、狐狸鬼、大爱精鬼王、如是等鬼王皆来集，而是释迦牟尼、高文殊师利、化王之菩萨摩诃、如观世一切诸佛菩萨、及天龙鬼神、此世界他世、此国土他国土、如是今来集会到道立天座、如是是佛闻、是世利不可、是真如意我身利清净彻度、不能够不高闻是时、无以火焰观故、又不尽是此皆是地藏菩萨救焰解，一度当度为度，一成就当成就为成，闻是实力不破，实真无疑，过去就修善根，真无碍之闻佛说，即当心所消过生，天龙八部及未来世诸众生等，随闻如来真实之彼化疑惑受是定受，为面心方为厌世光说地藏菩萨摩诃萨，因地则何行利口，而能成就不是一事，佛告闻世时，比如三千大千世界，所有草木虫，刀马之为三世为尘，一物一事则一恒，一恒河沙一沙一界，一界之内一尘一界，一界之内所集成，尽从为界，地藏菩萨真实地果为一，千倍多以上以佛光地藏菩萨在上，彼至佛地闻是实力，持菩萨为生死，不可思议多未来世，有善男之善女，闻是菩萨名，或赞叹或赞礼，或称名或功，乃至才华可如数其形，
只能当作百万生一三世三永不堕到文殊师利是地藏菩萨摩诃萨一过去九言不可舍不可舍解成为大藏者只是时有佛号是指昏心记住万行如是藏作是见佛相好前呼庄严言文笔作何恒言而得此是时指昏心记住万行如高藏者正义正此身当即就言度一切受苦众生文殊师利是藏者应化言言我今今未来即不可及为是最苦六道中光说黄边金令邪而我自身黄正佛道一世一毕佛见利是大已经百千万哪有他不可舍解三位菩萨有过去不可思议阿僧祇劫世世有好业皆化定自在王如来毗婆娑弥十百千万亿阿僧祇劫相化之中有一婆罗门十护身后众所亲亲诸座我诸天为其目心邪常清散时时生离光受黄前有其目临身正见而持你为前生心不救命中浑身多在无间地是婆罗门你祖母在此不信因果即当水必生恶气水卖家子光就香花即住工具提现佛他是大性功坚决化定自在妄如其心相在一时中数啊为龙锻炼彼是婆罗门尼瞻利尊别生尽量是自怜佛命大觉即一切智都在世我目视唐乃文何必自持是婆罗门尼吹气量瞻念如来护闻空众生其作神尼无自悲哀无尽是怒目自起婆罗门尼合掌相空而不空也是我神况我有离我只是目已昨夜一念无自可诸目神皆是空中有再报你也我是如舍站立过去皆化电自在妄如见如一目别以常心众生子古来告示婆罗门闻此声已即甚至普直接皆身左右护良久黄时而不空愿我持名时说阿目神我今身心将是普世界化定自在妄如高僧尼耶如供养但造还说端坐是为无自明即当祖母说圣起是婆罗门尼心地佛其归其所依一母端坐莲揭瓦定自在妄如今日日一夜忽见自身到一海其水永会多至偶受今后铁身会走海上东西处处千足难至你能百千万世出没海别处偶受真气时有见也察其心果佛多时多言多知多脱口牙外出离人如天气住嘴时今偶受忽自薄解脱自相救其心丸不甘就是是婆罗门一念佛离故自然无有一鬼王名也无其所来亦不胜你三载菩萨何缘来是婆罗门尼文贵王此时何处无度待此时大铁为山西面第一重神尼文也我问铁为止第一在中是四十无度大也是有敌神尼文也我今因何得到矣无度大也都会为其西也离会次而总不能到神尼有此虽火焰阿难勇
多智贼人即以我说无度大业此时言菩提造我众生行事之者今世是救日无人即时为主公九八苦难生死有无善当即本列所感地自然先度此海东十万有寻悠悠一海其苦别彼海之东悠悠一海其苦湖北三里欧因之所造公号一海其处事神尼有闻归王无度第一可在无度待三海之内是大地其实百千古古刹所谓大者即有是持有五百苦度无持有千百亿无量神尼有闻大贵王我母时来为救不知浑身当之火贵王闻神尼菩萨之母在生息后心里神尼大爷我母邪即会三宝守护战士前六不均是罪日前为之生持无度为菩萨之母心是何神尼大爷活护我即婆罗门中呼号释罗三世母号耶底利无度和扎其菩萨愿圣作切万本处无知有一别念耶底利罪逆升天意仅仅三日因称孝顺子为母所共修不是皆化定自在王如来塔回为菩萨子多多第一因是无间罪此日悉得受即通神即归王眼蔽合掌而退婆罗门寻日蒙愧无次时便利皆化定自在王如来塔相子离弘誓言言我今未来因有罪苦种广受方便是令邪佛告闻世时是贵王无度当今才说菩萨是婆罗门尼咒及地藏菩萨是浑身即会并蔽而是百千万里不可思不可议不可量不可说无量阿僧祇时所有地处浑身地藏菩萨即来即在道立天一如来胜利故各一方面一诸多谁都从一到处一个有千万里那有他供此香花来供养彼此同来等皆因地藏菩萨教永不退转以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此中等九愿界流浪生死六道所暂无休息以地藏菩萨广大慈悲生死缘故苦和果即知道理心怀勇瞻仰如来目不展而时时真实尽守莫拜千万里不可思不可议不可量不可说无量阿僧祇时除浑身地藏菩萨摩诃萨何者是言无依无着教化如是刚强众生临心调伏摄邪鬼时有一忧伤恶习无一浑身欠白广说方便或有理闻即心说或有善勤虔成就或有安顿救化还归或有益不生尽量如是等众生各个差别浑身独特或现男子或现逆人身或现天龙身或现神鬼或现三年传年何知千金利己其皆独特何现天地何现幻王身何现专论王何现祭祀身何现国王何现在乎身何现观世何现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乃至声闻罗汉毗湿婆菩萨等身而以化度慧旦佛身度现其如观无类皆清故独特如是等难化刚强罪故种其有未调伏垂业报应多多所大苦事如当一
莲五载道立天，因亲福至林沙不死，持弥勒持世以来，众生悉受解脱，永离诸苦，依佛受记，二十至世界浑身地藏菩萨，功夫一心体内爱，不起佛言我从九眼界，功夫皆因是我不可思议神，即大智慧我受浑身遍满百千万亿恒河沙石，每一世皆化百千万里身，每一生度百千万里人，临归金山怕用力损失，自内盘罗丹离佛法，所谓三世一毛一滴，一沙一尘佛号法，我见土陀是佛大，唯愿是真不以后世恶业众生为，如是三宝佛，唯愿是真不以后世恶业众生为，二十佛赞地藏菩萨，善哉善哉无住如是，如能成就九眼界，化弘誓愿广度将，即证菩提观众生一愿并第三。二十佛母摩耶夫，恭敬合掌问地藏菩萨，三座圆护众生，昼夜差别说说宝，其实因何地藏大，千万世界乃至国土，佛有地狱或无地，佛有泥人或无泥人，佛有佛法或无佛，乃至声闻辟支佛亦复如是，回旦第一最报已，摩耶夫人从波菩萨，且言闻已言复最报所感恶趣，地藏大言声目为言听说，我持说之后目观，言声则是二十地藏菩萨不生母，难念菩提最报名，如是多有众生不孝父母或自杀，当多无见地，千万一切求出无期，若有众生出获神奇，回谤三宝不敬尊敬，一当多以无见地，千万一切求出无期，若有众生亲尊常住，厌恶神尼或戒难，自心引力或杀火派，如是等别当多无见地，千万一切求出无期，若有众生为作杀，千回沙门破用常住，其光归未必解，种种造我如是等，当多无见地，千万一切求出无期，若有众生脱戒常住，财无故迷，饮食亦无，乃至亦无不一起，当多无见地，千万一切求出无期，地藏宝月身目若有众生作如是罪，当多无见地，求暂停苦依恋不得，摩耶夫人从波地扎菩萨，因何名为无见地，地藏八叶生母诸有地，在大地为三子，其大地有一十八所，持有五百名号果，持有千百名智意，无见一周其成作扎八万亿，其成春地高一万，成上火气少有空，随意成中注意想，名号果别独有意，名列无见其作扎万八千，一枪高一千，须是铁为上火车，下火车上铁手铁锅，土火出自一枪子，东西欧洲一种有创，遍满万里一人受罪，世间其身遍恶满，千万人受罪，一个之间身满床，终夜所犯火报日，有诸罪人被受众，千八夜叉记忆恶，火压如剑烟如电，手护同抓脱夜罪，忽有夜叉之大铁，众罪人生火中苦，火中苦被抛空魂，火之床上忽有铁，但罪人母忽有铁手，教罪人尽拜自己，膝下长钉八色梗，愁肠愁战阳痛管口，多地产生万事前，一干如是动静意，求此无戒此戒坏事，即生他戒他戒此，转机他荒他荒坏，转境相机此戒成，万夫偶来无见罪，其实如是有无是也，
干，故称无间何等为。一知日夜受罪，一知皆是无世间界，故称无间二者一人一慢，多人一慢，故称无间。三浊罪起，茶房饮色浪，对魔具装出作护堂，铁王铁生铁力铁，生过罗手作铁脚身，鸡吞铁王口音铁字，从年君之处那有他处，处相连更无间，故称无间是者不。不闻难知你，江湖一地道有规矩，何龙何神何天威，最新也看系统手机，故称无间无则多多次，从出如是之拜前，一日一夜万事万事，求一连间暂至不，此为夜金黄多愁，一次连绵故称无间，地藏菩萨不胜母，无间第一出所如是，罗光说第一罪起等，记住苦是一戒子，求说不尽摩耶佛，闻力错有合掌，定力而退，厌恶众生一看病敌视，而是地藏菩萨摩诃萨不可，是真我成佛如来为胜利，遍拜千万历史，闻是神心就怕一切业报种，若为如来大智力，即不能作如是变化，我今有蒙佛护持之阿弥陀成佛矣。六道众生千令度，唯然是真言不由，而是佛告地藏菩萨，一切众生为解脱，心是无定恶习劫，三习劫果为善为，诸今恶生轮转无道，常无休息动静成劫，迷惑障难如意游，将是长流堕入战，有福早亡一世等，无当有人如即必是亡，累劫总是光度罪，无乎合理说是已，会中有一菩萨摩诃，明定自在王不薄，是真地藏菩萨累劫已，国华何缘尽蒙世间因尽长，唯愿是真第二世，二是是真高定自在王菩萨，谛听谛听三世莲，无当为如闻辟劫，乃往过去无量阿僧。生起那由他不可守，而是有佛号一切之成就如来，因功正遍知明心智，三世世间皆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时，其佛说明六文，为出家时为效果，以令国万为同心十三饶一种，其令国内所有人多遭众而恶妄矣，光说方便一万法，朝正佛大当度时，临时无一一万法，若不先度最苦临时安，多知菩提我终未愿成，佛告定自在万菩萨，一万法言朝正佛，即一切之成就如来，一万法言永度最苦众生，未愿成佛作即地藏菩萨，故以过去无量阿僧祇，有佛持是名清净莲花目主，其佛说明是世界香花之中有一朵，普度众生因此教，于一女人之夜光，说是供养罗汉文，于烟何等光目大，我以目望之日，知乎九八为之我目神，何其罗汉名之为入顶，见光目尼目多在我，说即大哭罗汉文光目，如目在身作何行业，今在我其说即大光目大眼我目所起，为好时但一辈子，说是一辈都是其子，佛超佛之之尽时，其其名数千万福，尊作此名如何爱，罗汉名之为作风，千光目眼如何之成莲清净莲花目如
金树花心香春暖和，光目纹理即素手，寻花荷香欧供养，福供金心别记载，福意夜后梦见佛身金寿皇，如须弥山方大广，而高广目如目不究当胜如，才接极寒极荡眼，其后家内悲胜矣，为脉三日欧奈眼，其手别其高一广，神师爷言过报子，我师如母就此安，慈悲如来的多大地，蒙之狐狸黄豆手，为下贱人有护短，所念十三更落我，如有何其令悟陀，光目闻所知目无，以更夜别提而别别，即是我母何之本，作何行业多疑我，别自大愿离沙海回马二夜守，若会蒙乎九八五，一时夜故为何邪，光目闻念第一罪，其实因何别自大，罪故之事不能成，百千岁中之过难，光目闻你体力好，而不空皆厌恶主，永托第一必是善，更无种罪及利恶，十方之佛慈爱明，听我为母说法光大事，多多无母用力善，即是下贱乃至逆人子，永绝不舍，厌恶之尽日，对清净莲花母如来想，切合百千万亿劫，因有世界所有地，即上恶道诸罪故种，十愿九八零力第一恶，出生恶鬼等如是罪报等，等今生佛经偶然佛方称真，发誓愿以即闻清净莲花母如，好告知夜光母如大慈，三能为母化如是大，无关如母是善水，所持宝一生未还，所念百岁过世宝，当生无有果，所命不可及，佛成佛国光度人，十日恒河沙佛告定自在王，二十罗汉普度光母者，即无尽力菩萨，光母母者即解脱菩萨，光目尼咒及地藏菩萨，过去九愿劫，如是持名化恒河沙，光度众生未来世。若有男子女，不信善则信恶，乃至不信因果，邪淫妄语者，两舌恶口，毁谤大神，如是诸业种，彼多恶趣多以善止，千年一探子，皈依地藏菩萨，十之众生即得些善恶道。若能自信归清即战力者，香花一壶种种者，何不饮食如是奉食，未来百千万亿劫，常在诸天所圣庙，若天福尽下圣人，有百千劫常为敌，方能以宿命因果本，定志在王如是地藏菩萨，有如此不可思议大威神，广利众生如等诸菩萨当祭祀，光宣六部定志在王拜佛，是真言不由，我等千万亿菩萨摩诃，必能成佛位，光严十尽一言菩提利益种，定志在王菩萨不是真，合掌恭敬作礼拜，何时十望天，集中坐骑合掌恭敬拜佛，是真地藏菩萨以救愿解，化如是大愿应我诸尽有度为，恒化光大神，唯愿世尊为我等，佛告四天，三灾三灾无尽为如即未来现，天人种，光力以故说地藏菩萨以沙婆时，阎浮体内生死道，慈爱九八度脱一切罪故种，方便持十四天王，未来世间言要语，佛告四天，地藏菩萨救愿解，即诸已经度脱种，又为彼愿持名此时最故种，护观未来无量劫，因慢不断一世主，
永化众愿如是菩萨，一刹菩提皆阎浮提，百千万亿方便阿惟陀，十天王地藏菩萨若一刹神，所数扬断明，若一切道作所贫穷苦子，若一色影作所切割艳阳，若一恶果作所见识斗争，若一毁谤作所无所唱可报，若一成悔作所错落弄藏，若一千灵作所所修为言报，若一饮食无度所即可业病，若一天的自情所所金光上明报，若一本父母作所天地在杀，若一烧山令母所狂迷气死报，若一前后父母恶毒所幻生变大现手，若一王不胜处所骨肉分离，若一回谤善报所朦胧阴哑报，若一青花慢脚所用吃恶道，若一破用唱主所以皆轮回地狱报，若一无憾无生所用在畜生，若一唐佛占座上神所轮回地上，若一破戒幻灾所亲所寄恶报，回离回用所所求切戒，若一无恶共告所别时下见，若一两所斗乱所无所败手，若一邪见作所遍地所生，如是等阎浮提众生可以我悉皆破百千法，今出离说如是等阎浮提众生亦感察，地藏菩萨百千方便而教化，十诸众生先说如是等佛陀第一动境界，无有出其事故如等护人护，无令数诸众业迷惑众，十天王闻离涕泪别，合掌而退地藏菩萨本愿境界上。如来此名转大花thank you.